爸是破，我是阿亮。汉堡跟薯条做的蛋糕，可是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奶油吧？绿色应该是奶油吧？那你觉得薯条可以吃吗？薯条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哈。亮亮，生日如果你拿到一个蛋糕是长这样，你会吃吗？不会。你不会吃？你不会吃哦？好啦，我会吃。哦，蛋糕。这个是 LV。书包的 LV， 书包的 LV 包包，应该喜欢 LV 吧，所以就做了一个蛋糕给他，或者他喜欢的，常在拿的包包是长这样子，我觉得很特别、欸，平常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。然后这个是拉面，拉面的蛋糕，你看这边切开是这样子，它是拉面的蛋糕，对，连这个筷子也是可以吃的，这蛋糕很漂亮哦、喔，一个六，一个九。猫69岁吧，然后应该很喜欢猫，他们家里养的猫猫吧，就很可爱啊。啊，这蛋糕都是浅浅，我没有很喜欢浅的蛋糕，全部都是浅。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看上面也是个浅。喂，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觉得是。这美金我不知道多少，就是很多钱。你觉得是吃的？吃的、哦，有可能是吃的。觉得好像不是。嗯，不然的话，如果是真的话，应该就被会被人拿走吧。那个这个六岁生日的一个男生叫哈利克斯，然后他可能就是小男生嘛，然后他父母或者是这个设计蛋糕就觉得哎。他虽然现在是一个小马，可是之后变成一个飞马，很漂亮啊！所以就是做一个蛋糕。爸爸，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子啊？就是期望他以后长大变很厉害啊，变这个男生变很帅气、很厉害啊。那个他为什么他脸脸很瘦，他好丑，他好可爱？你觉得这只很丑，然后这只很可爱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是这只就是。可是我不要这。可是我不要这个。好，可是这个应该是给猫猫的生日蛋糕吧？可是那只猫看起来不是很喜欢，但是我不知道，猫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奶油。你看这个猫，它好像脸被吓到样子，因为它的蛋糕长这样子。这个不是巧克力，因为我不喜欢这个，喜欢这个。它的饲主喜欢巧克力啊，一看就知道啦、啊。你们要做一个巧克力蛋糕，可是它不喜欢，它觉得那不是它。你看这个表情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一点。就是一脸很惊恐的样子，为什么我要吃这个东西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样，他不喜欢这个蛋糕。对，这猫，真的不喜欢。不过不是给猫吃的，是给我们吃的吧？对吧？对。托马斯小火车，哪里看？可是他为什么要讲？他生气吗？他很生气，他不知道他生气什么。这蛋糕好生气啊！好生气的蛋糕。那个也。火车又不是长也这个颜色，它是长啊别的颜色的，蓝色的。它可能蛋糕做好了、啊，然后可能在搬的时候去撞到，有没有？就是它那个盒子撞到了，然后就是在盒子上面留下两个黑黑的。但是其他做的不错啊，你看脸啊、眼睛、衣服都做得很漂亮、啊。那是谁做的？是奶奶还是爷爷还是爸妈妈爸爸？我不知道啊，有可能他们。就是买回家的时候去撞到啊！这个是老板，老板送的。这是米奇，你觉得米奇蛋糕怎样？好，这个好丑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不是好帅啊！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。蝙蝠侠里面的小丑。哦，是小丑。小丑。你说他嘴巴是不是？哦，这是小小兵，可是你看，他为什么眼睛这样？他眼睛这样掉下来了，融掉了，掉下来了。他眼睛长这样，这个还好。对，爸爸，他为什么眼睛又这样掉下来？他应该什么贴纸之类的掉下来吧？是玛莎，这个不是玛莎，这个是那个我们看过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谁？玛莎的朋友，好，这是玛莎的朋友，啊，这是玛莎，玛莎的朋友看起来怪怪的，因为这是泡过水有点发福的玛莎，够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做蛋糕的人，他用他手指就是这样挖了那个蛋糕，所以你看他是脸这边整个有一块不见了，还是可能刀子切到什么的。所以他这整个这边，你看他嘴巴掉下去了有没有？他嘴巴掉下去了，用这样挖起来。下一个是，哇，我们去的恐龙。
娘娘。啊！侏罗纪的恐龙，我们去的。我们要去看过，昨天才去看过而已。然后没有动的恐龙是坐的恐龙，有动来动去的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觉得我不知道哎，这个恐龙我觉得做的特别像哎，就是你看这个纹路啊，爸爸为什么牙齿？它为什么牙齿会变这样呢？因为很旧了吧，很老，用了很久了，就变黑黄黄的、啊，黑黑的。对，哇，这是一个电动嘞，你看。电动的蛋糕吗 ？PS4 的蛋糕，还有手把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人应该喜欢这个 GTA， 还有 Jordan 的鞋子，然后做成蛋糕哦。买这个人应该很喜欢打篮球吧？还有或者是 Jordan 的迷，全部都是哦。你看这边全部都是每一代的。这个是篮球的，对，篮球打篮球的，篮球的鞋子，对，那一个蓝色也是篮球的，对，全部都是，你看到这边都是蛋糕，都是那个，啊，这个也是篮球，对，这个也是，对，这个也是，好多都是啊，都是这个，嗯，这个，嗯，很棒哦，都是，我为什么都一直说？这个蛋糕很特别，它全部看起来是水果，对不对？它全部都是糖做的，很厉害，应该有得奖吧？我觉得，你看各式各样的水果，爸爸这也是龙啊，很帅的龙，有没有？嗯，有没有很大只，很漂亮哦？这是龙的手。嗯，这个应该也是比赛得奖的吧？啊！这个怎么也是？那个积木啊，对啊，那我还要这一个。你想要这个是不是？嗯、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。这个做得很漂亮，哇！你看这个有汉堡，然后糖果，还很多吃的，然后这里好多松饼哦，还有冰淇淋。这个汉堡它看起来像是汉堡，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也是，就是用那个蛋糕的材质去做的，因为如果蛋糕里面有放汉堡，应该也不喜欢吃，不喜欢吃，就是。下一个你会喜欢 Oreo， 好大的 Oreo， 那就是蜘蛛侠的 Oreo， 好大的 Oreo， 可是它蛋糕、哦。我喜欢巧克力，嗯，就是一个颜色的巧克力，嗯、我是不是这个？我讲错了啊，没关系。这个我说这个是，这是饼干呢。这个圆圈，然后星巴克。这个是。这是蛋糕，这个是蛋糕，这个是冰淇淋，对，新冰乐之类的。这蛋糕我觉得很棒哦，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也会喜欢这个。这个拉面，那个拉面，想要给爸爸吃那个蛋蛋跟这个。亮亮，我吃虾子跟面面、啊，这个会不会辣？这个不会辣，因为它是蛋糕啊。这个是面条啊。这是面面，面面跑出来啦、啊！为什么面面要跑出来？那是用这样做独角兽，独角兽啊，独角兽的很漂亮哎、欸，这只马很漂亮，马里奥。那个九要吸，那个九九也有马里奥。对，马里奥他是买那个 Switch， 任天堂 Switch 的。那我们的是。什么游戏呀？我们没有游戏啊。我们是什么啊？我们这只是蛋糕而已。我们是什么游戏？我们没有啊。我们没有游戏，有吗？我们有马里奥吗？家里有一个类似 Game Boy 造型，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什么，然后就有很多的游戏可以玩，300多个游戏，就是这个、啊。爸爸他做什么啊？他是鬼啊，吓人啊！吓你啊！他吓你啊！他为什么？马里奥这里啊，他是坏人啊，他这个是坏人，这个也是坏人。这个爷爷50岁了，蛋糕你看，他平常可能就是那个用这样走路。那个哥哥也是长这样子，走路。那个哥哥也是长这样子哦。对，我觉得这很棒。怎么那么多蛋糕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棒哦！我喜欢吃好多蛋糕，好棒啊！好啦，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咯，拜拜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拜。